女神里都会有着甜美外形以及较好的身材，加入乐天桃园啦啦队后，人气更是不断攀升。日前球队在桃园主场举办辣年糕趴，李多惠也担任了开球嘉宾。四局比赛结束后，她还献上个人 solo 舞蹈，所有 YouTube 频道本职球迷马上分享了李多惠长达一分钟的舞蹈影片。最近影片中，李多惠身穿蓝色吊带小背心，搭配牛仔裤，展现凹凸有致的身材。期间，她跟着音乐节奏疯狂扭动水蛇腰，还频频露出灿烂笑容，人美样貌以及活力瞬间电晕在场的粉丝。影片一出，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，李多惠真的又可爱又性感。更有网友表示，之前不理解她为什么这么红，看了这个影片才了解她的舞蹈功力真的很强，果然是专业级的啦啦队啊。